我相信大家好啊，今天呢是我曹府大喜的日子，设此擂台比武招亲，就是为了嫁出我的全女啊。在场的老少爷们儿，哪个有胆量，咱上来比试比试，你要是能拿得头筹，就会成为我的腾龙快婿啊，啊，有没有？我来试试。哎呦，这位勇士身形高大呀，哎，不错不错。那有没有其他人来挑战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个小兄弟就是我的。好，哈哈哈哈，底盘很扎实嘛啊！咱们这样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啊，比武招亲。哈哈哈！哎，发生什么了？老少爷们没看清吧？咱们再看一次啊！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那不好意思了，你输了。偷袭，等着。你真是厉害呀！啊，那有没有其他人？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，这个人就是我的。等等，我不同意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位小兄弟长得如此精神，如此漂亮，希望你能赢啊！啊，好，那咱们话不投机半句多啊。这怎么发生什么了？没关系啊，咱们再看一遍啊。快来呀、啊！就是他，不是我，给我打！好了，回去吧。那你真是高手啊！出招太快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如果没有人再上来比试的话，那么我宣布，等一下，嘿，哎，你呀、啊、回去吧，为啥呀？太瘦了，你容易被他打死。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啊，你抖腿这个毛病我就不喜欢。啊，当然了，擂台是公平的，你比吧啊，咱们话不投机半句多啊，开始。我想看看怎么回事。儿子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得吃饭啊！你快回去吧，我这比武呢。吃一口。都啥卤啊？茄子。啊，打不打了？等会儿。还有啥卤啊？四季豆。我来四季豆这个吧。你爸做。
做咸了。是吗？快点吧。娘，我吃完了，你快回去吧。记得回家。打不打了到底？来吧，来吧。呀，来打。啥也不是，都说了你会被打死，你还不信？哈哈，高手啊！那么我宣布，我的成龙快婿。等一等，孩子，你快回去吧，你脑袋太大了。岳父大人，哎，你女儿我今天是娶定了。哎，话别说太早啊，还没比赛呢，咱们话不投机呢，半句多啊，开始。哎，这。这是不可能啊，他怎么能倒呢？我再看一遍啊。你看那儿啊，哪儿啊？看啥呀？那儿哪儿呢？哈哈哈哈，没人，我来了，美人儿，久等了。哎，起来呀，郎中，郎中，来了。把他给我救活，救活，恐怕不行了。啊，我懂，钱包刚才打掉了。哎，就都来吧。好吧，都给你，救活他。想救活得开颅啊。我没事了。别开颅啊！你让我看哪儿啊？看这儿啊，看这儿。为啥呀？太丑了，这是不识货色呀！我女儿多漂亮啊！那没办法，她输了，那我就得着吧。女儿啊，出阁之日啊！这不挺好吗？你看，我挺满意。那行吧，咱去整喜酒去吧。好，好不好？多谢岳父大人。走。哎呀，可惜了。